你好，今天说说这个六四余威啊，李李佳琦无辜踩雷，直播被封这件事儿呢？其实按说呢，按照这个，如果是精心策划的啊，可能都想不到这么神奇的剧情啊！李佳琦这这种大网红啊，一线的头部这个带货直播的这个主播，居然突然被封了啊！ 这里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呢，就是李佳琦啊，他的他本人不知道，他周围的团队我相信也不知道啊。就是他在这个直播当中呢，呃，推广一个雪糕啊，是雪糕还是蛋糕啊？那个就有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就端上来了，旁边还站着一个，旁边还有一个小女孩，可能是助理吧，跟他一起直播的。 然后呢，这个我看到推特上流出来的这些照片呢，就是他举着啊一小托盘，上面有一个小蛋糕，那个蛋糕呢是坦克形状的一个立体的坦克蛋糕。但是他直播的日子太敏感啊，他是呃六月四号的这个上午在直播。那么其实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坦克意味着什么。那么他这个直播间呢，很快就被封禁了。然后呢，他自己在这个推微博上呢，大概是在九点。 二十多分的时候啊，我我查到他那个微博啊，九点二十几分的时候发了一个微博啊，他说后台技术故障，我们正在紧急处理中，大家先稍等一下哦。这说明什么呢？他并不知道后台为什么突然把他这个直播给关了，给他封封封掉了啊，不知道，所以他觉得是技术问题啊，在查。那么再紧接着，再过了。 呃，到十一点三十八分的时候啊，李佳琦发这个微博啊，说非常抱歉，今晚因为我们内部设备故障，无法继续直播，大家早点休息。尚未上播的产品，我们后续带给大家，辛苦大家了。这是他十一点三十八分啊，又发了一个微博。那么，在他的这个微博的评论区里面，也出现了很多啊。 应该他的粉丝或者是关注他微博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小姑娘啊，呃，小少妇啊，就这类的，喜欢这个英俊的这小男生的这种啊。 然后呢，我看到很多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呢，就是说下次注意咖啡里离，咖到咖啡的时候离电线远一点儿啊。就是因为他好像倒咖啡的那个过程当中，突然这直播就被停掉了，所以很多人以为呢他是诶、哎、这个设备漏电了，使得这个短路了是怎么样的？很多人还认为是这个设备原因，就说明很多人并不知道。当然，我相信也许有人联想到了，因为在今天啊，这个微博上面很多人去搜这个李佳琦的这个。 吃瓜啊，当然很多人求吃瓜，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被封了？怎么回事？有一些呢很隐晦的知道这件事的它的意义的，那么做了一些回答。但是很多人，大部分我我感觉得有百分之九十多吧，基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他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是来自于背后政府对六四啊有关的信息管控的一种。 伤害啊！他是无辜踩雷，我觉得他是真的是无辜，但是我相信呢，一定后续政府会去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到底是谁给你的这个蛋糕？为什么今天要播这个蛋糕？还是坦克形状的？是你的团队的无意还是怎么样啊？会去查咳咳，但是呢，这里又涉及一个尺度的问题。那么这个坦克为什么在六四这天很敏感啊？全世界的这个人都知道啊，对六四有印象、了解的人都知道。 关于六四最经典的一张照片啊，就是。 这个坦克啊，在长安街上行进，然后有一个呃，有一个人呢站在坦克前面啊。当当时呢是拍的一段 video 啊，是应该是 C N N 的记者，当时是在北京饭店的这个楼顶，北京饭店的这个窗户那儿对着长安街拍下来的，然后把这个这个这个画面传到世界各地啊。那么现在很多跟坦克人这张照片啊，给固定的这个画面，面对着坦克，面前站着一个人啊，左左右手拿着东西的。 这张照片成为六四的经典代表，所以呢，就关于坦克，如果说你在中国搜这个“坦克人”这三个字你是任何信息找不出来的啊，也是属于这个管控信息的。那么李佳琦这种事儿呢，他实际上就是在六四的余威之下啊，遇到了这么一个无意当中踩到的雷。其实呢，在中国来说呢，跟六四有关的。 各种信息呢，基本上是做到两个无死角啊。一个呢是直接关联信息无死角，就是说你在搜啊有关六四的人名，你比如说这个王丹、沃尔开西、柴玲啊等等，呃，这个包括赵子阳啊，什么这这些信息都是找不到的。包括一些事件啊，一些时间点的事儿啊，你都是直接关联信息无死角，根本查不到，那不知道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呢，政府也是做到了这种影射和关联信息的无死角。 啊，影射和关联四信息无死角，就是李佳琦这个，那、啊、他就是一个坦克，但是他影射了六四，而且你在六四这一天，我相信他在其他的日子，你比如说你你在七四，你在在八四九四，你其他的日子里，你拿一个有带坦克形状的这个小蛋糕是完全没问题，但是你这个六四这一天拿出来，那就是直接冲塔行为啊，直接就是冲塔行为。 所以呢，政府对这些影射和关联的信息也做到全面无死角，包括我说昨天我说这个有有一个词叫 "It's my duty" 啊，那个就是一个大学生蹬自行车的那个，有很多人呢在微博上发 "It's my duty" 啊，这就是我的责任啊，这就是我的使命啊，等等，就这个意思，这就是我的责任。那么这这句话现在也是敏感词，你说 "It's my duty" 这个好像放在什么时候说都可以，但是你六四这一天就不能提啊，你在其他日子好像也挺敏感。 包括在这个香港的这个，呃，今天推特上也看到，香港有两个，其实也是关于影射和联想信息的。现在中国政府把它的管控信息的方式完全复制到了香港。呃，在香港呢，有一位女士啊，在这个铜锣湾啊还是哪儿啊，买了一堆土豆啊，拿这土豆呢，假装点燃这个土豆。 为什么这么做呢？象征着我要点燃这个蜡烛，这个怀念六四啊！因为以前每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都有很多人去做这个行动。那么他举着这土豆，我并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是把土豆搁在这，儿，然后也举,举着土豆，好像点燃的意思。迅速就被警察包围啊，带上警车了。其实这就是一种影射。还有呢，今天也看到香港年轻人开着一个跑车啊，那车牌照上写的是 U S 八九六四，车牌照是 U S 八九六四。 啊，在这个推特上都能搜到，然后也迅速被香港警方包围啊，要要要要检查。其实就是因为他这个车牌照八九六四，这就是一种影射和联想的信息。可能这个年轻人不知道，或者说他这个车牌照他也不知道，那么你又又被这个政府的这种痛点给碰上了，所以你就要被控制。所以说呢。 在中国政府控制这个六四信息这这方面呢，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啊。在这方面来说，它是双刃剑。李佳琦这件事情上是特别明显，就是他既想控制所有的关联信息和直接信息，但是你对李佳琦因为这种方式把他打压了，把他突然把他这个直播间关了。 无意当中又引起了无数的网友，掀起了这些年轻人的好奇心。那么多人求吃瓜，求吃瓜，怎么回事？他到底怎么回事？你反而吸引起他们的信息。你如果轻描淡写的，或者根本就不提这件事儿，或者李佳琦就卖一个坦克过去了，也相信也没这么大影响。但是你一关，反而有影响。所以这就是一把双刃剑。 他又提起了，掀起了很多年轻人的好奇心，因为在中国，李佳琦这年龄段的年轻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六四的事儿，所以呢，现在正摆在政府的这面前的难题啊，就是恢复他的直播间、啊、还是不恢复啊？他这个，所以这政府我觉得也是很头疼。你恢复，其实如果。 中国政府聪明的话，想掩盖的话，你就要尽快恢复啊！就是你可以通过那些五毛啊各种手段去去在互联网上，在他的评论区把这些能联想到六四的给他关掉就完了，然后正常的恢复，该说啥说啥。这事儿呢，大家也就不好奇了。但是你越关久，大家越好奇。你明天如果说李佳琦的直播间还没开，那大家更好奇，诶、哎，怎么回事？今天关了，明天关了，持续的关了好几天。他有几千万的粉丝，他直播的时候百万人在上面观看买。 买东西，那么你现在突然给他，反而这是一个难题，恢复还是不恢复啊？摆在政府面前，其实聪明的话，他就应该赶快恢复。想掩盖这个真相，那就赶快恢复，让大家认为这件事不存在啊，没没有想到。所以呢，这个他又不想恢复，你这这东西，这就是这个政政政府的这个难题摆在这儿了。而且他把他的直播的那个画面啊也给他删掉了，这就是。 这个这个关于六四的啊余威，那么我再说一个小例子啊，有一个小例子，就是在几年前啊，几年前我亲身经历的，陪着一家三口啊到美国来这个高中啊私立高中来面试啊，那是一个百年名校，很有名的一个私立高中啊，然后学校设施啊软硬件都很好，这个孩子呢来面试的是个女孩子啊，这个女孩子呢条件也很好啊，英文也特别流利，然后又。 弹钢琴呐、啊，什么跳舞蹈啊，然后游泳啊，这个花样滑冰啊，这个高尔夫球啊，家里条件也很好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他的技能啊，什么也都没问题。然后自己呢又各种呃，这个有各种这个学习非常优秀的学习成绩啊，也写过什么呃这个小童话呀，什么挺有能力的一个孩子啊。 那么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呢，美方的这个面试老师啊，就跟他聊啊，全程我就在旁边听着，他爸妈也坐在旁边，全程非常开心啊，人老师聊得很好。然后呢，这个就,就这孩子就跟老师讲讲讲讲，哎，他英语也不错，聊得很开心。最后他自己说多说啊，我就特我的这喜好，包括我自己的崇拜的偶像啊，我很崇拜的一个人，就是中国的这个领导人邓小平啊，他在中国我们中国的改变怎么怎么样，哎，那老师那脸突然就表情就不一样。 一样了啊！我就观察，当时我心里一惊，哎呦，怎么提邓小平呢？哎呀，这个孩子，哎，觉得怪怪的啊。就一般来说，你提个什么科学家呀，或者什么邓小平，真很少有孩子碰到，那老师的表情就不对。我就心里隐隐就觉得可能有点问题啊。然后呢，这个面试结束之后呢。 就是跟着老师就带我们在学校里参观啊溜的，然后我就就看看学校的设备啊，就感觉那老师状态不跟刚才不一样了啊，然后我就跟那老师闲聊搭个，我就问他说啊我去过中国，我说我说中国，我说那那,那哪年去的呀？然后聊天啊，然后他说我一九八九年。 年初啊，去的上海，呃，回后来呢，秋天就回到美国了。我说哦，哎呦，我心里咯噔一下，因为八九年的时候，六四他这个老师在中国的时候，他是一个好像实习啊，还是什么短期的那种那种访问啊，那那那么个。当时他也是上大学的一个状态，好像是交流吧，就那么一个性质啊。然后呢，他当时呢就是，你想年初去的中国，然后秋天离开的，正好是中国春夏之交的这个六四的时间。 而且在老外的心里啊，对邓小平的这个看法是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看法的。那么你这一个孩子，而且这个老师他应该在中国亲身经历或者见到了六四的整个的全过程，真的是非太巧了这个事儿啊！他他他回到美国之后，你说你你突然你说崇拜邓小平啊，那老师。 因为你你在中国的这个六四的镇压各种事件，邓小平是一个在国际上很有争议的一个人物。其实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我举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就比如说朝鲜的孩子出国留学，他跟面试老师说：“我最崇拜的金正恩。”你说西方对金正恩的看法和你在朝鲜的这种洗脑教育下对金正恩恩的崇拜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孩子呢，尽量。 不要崇拜什么政治人物，而且这种其实这个孩子也是非常无辜的啊，他就是这种洗脑教育下的这种伤害啊，崇拜政治强人、伟大领袖，但是这种东西跟国际化的这个标准或者国际上的这种大家的对政治人物的看法是格格不入的。包括你在美国，如果说我去面试一个学校，你说我崇拜的是川普。 这很几乎没有这么去面试谈我我就是川粉啊，我就崇拜川普，不是政治人物就是政治人物啊。你你崇拜你说你崇拜他，反正在国外来说，大家对这件事呢还是不同的看法。所以呢，就这个女孩子来面试这小留学生呢，她实际上也是碰到了老外的痛点，老外对六四的看法了，老外对邓小平的看法。 当然，这个这个孩子后来也被拒绝了啊，这是我猜测啊，我并不能够拿证据说，这就是因为他说了这句话，那面试老师不爽了，或者他对这件事情有看法，就把这孩子拒绝了。我只能是我猜啊，可能会这种东西影响老师的印象分啊，我只是这么认为。那么关于整个这个六四啊，对年轻人，对当年的年轻人呢，我觉得是明枪啊，当时有中国有句话叫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但是我觉得。 当时的年轻人对这个六四来说，明枪很难躲啊，明枪很难躲，因为也出现了那么多的流血事件。那么对当下的年轻人来说呢，是暗箭更难防啊，就是明枪暗箭都是在这个六四当年一直到现在的余威，一直到现在的后续。李佳琦就是被现在这个六四暗箭给伤了，就就是踩到了这种很多的这种雷啊。所以这种东西就是明枪暗箭。 从当时的年轻人到这一代的年轻人，包括这个小留学生来美国面试的这个例子，其实也是这种暗箭难防的一个集中的表现。那么这个六四呢，其实我觉得看过这么多的分析啊，呃，我提一个不太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六四呢可能啊，在当时曾经有过中国人最大的共识啊，就中国人的当年的最大的一个共识对六四的。 态度和六对六四的支持，所以这个同时呢，也是中国政府在现在啊这种高这个信息保留的这种条件下，互联网的那个记忆下有很多的影像资料，这么多的这个事实的画面摆在面前，也是最大中国政府最大的一个污点和痛点。所以这两个东西最大的共识和最大的污点和痛点撞在一起，那么中国政府。 必须在他能有力的、能控制的范围内，全面的抹杀这些信息。那么你这些年轻人无知的啊，李佳琦这种无知不知道，他们很多人是不知道的。那么碰到了这种雷，那你没办法，那就算你倒霉了啊。所以后续看看他这能不能恢复吧，能不能恢复他的直播间？我觉得中国政府如果说。 呃，这个这个聪明的话啊，就用一种轻描淡写啊的方式，就把赶快把它恢复，然后你你再控制他直播间的评论就完了。或者在网上有那些对李佳琦这件事情产生好奇的，就赶快给他推过去。因为好在呢，现在中国的这些网民呢，在中国境内的这些网民还比较好洗脑啊，一般他们记忆就是一天两天，第三天可能就忘了李佳琦被封这件事儿了啊。再再弄点什么呃促销政策之类的啊，所以这个啊，真的是明枪。 对当年的年轻人不好躲，案件对当下的年轻人更难防，好吧？